来玩这个游戏，地天，哎，只有一佛而已哦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韩国开发的啦。你看，啊，这脸怎么有点挫啊？这脸有点胖胖的啊。跳出去，第二位角色嘞？妹子，刺客哦。那这位呢？哇，职业很多哎，剑客。再来，妹子射手。好，这妹子长得很漂亮哦。我已经知道选哪位角色了。这个是咒术师啊，刚刚的男生呢、啊？奶妈。最后一位哦，拿扇子的道术师。哦，好大。那我不要玩关键手了，这样会不会太过分？这个是他的形象哦，可以转嘞，好歹身材不能再挑了吧？啊，穿一个名称啦、啊，哎、欸，我妹子最棒不能取哎、欸，你看又来了，是不是中文不能打？我随便打了几个字看看，来。你看不行啊，真笑耶，可使用中文英文数字混合啊，你连这个都做不好，我太生气了，我创这个名称应该可以吧，注意看大写的就好了。可以进来耶。好爽哦，谁叫你不让我用妹子最棒我就生气了。欸，这是 AI 做的啦，你别偷懒，这名字叫做什么、啊、地天，反过来呢就叫做天地，哎，该不会又是天堂玩法吧？哎，好像也不错哦。接下来嘞，这边商店，啊，没那么可以做。我自己逛吗？还是邮件寄件？密集商店，哎，太悬了，那我现在干嘛？要去哪里？看得到晴下风光吗？哎，有弯的视角啊，有看到没有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选道术师了吧？不能选弓箭手啊，我跟你讲，新伺服器开放纪念礼物，没啦，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。武功，学习的武功什么的。那还有什么？进入决斗场。诶，可以直接进入啊？那该不会就是一直 PK 下去吧？好爽哦！我进来了。看有人在问啊，这游戏没有任务做吗？不知道他会怎么回。其他玩家是回。似乎没有，我也刚玩。这游戏该不会就是一直打决斗场吧，然后赚积分之类的吧？不然他怎么没有任务？而且我刚刚看到这里啊，还可以变更角色，这里还有个人商店，待会来研究一下好了。是直接开干哦，那么好的事情哦，拉近好了。来，开门。哦，没任何技能嘞。来啊、哦。可以普攻吧，就是一直打竞技是不是？来，你们去送，给哥哥看一下小扣扣，好吧？好大哦，挂了、啊。我只要点右下角去瞄准，然后去进行普攻而已啊。你等级打我呢？哎，我忘了补血了，可以复活两次。等待五秒，原地复活。哎、欸，有的是已经等级二了、欸。我这个只能拉远程的，那我这次吃亏哈。那我是不是玩个弓箭手之类的？哎、欸，道术师打道术师，他等级三了、喔，我打不过他、欸。普攻武士，回避。哎呦，
都挂了，哎，挂了，还有小姑姑可以看的，可以拉进吗？好像可以拉进来，感觉这游戏到底要玩什么？算了，那么大，我就不嘴他的，好不好？哇，他猫尾下超痛的，这个等级七，他已经杀到等级七了。不要打他，不要打，我们打刺客好了。打不到人家哎，1450。哎，为什么打他们，他们都回避啊？该不会他们比我强吧？啊，他们都回避啊！我想要退出去了，这个我打不过啊，这根本是那边送的嘛。所以具体玩法就是自己去打怪赚钱啊，然后去买装备充等级哦，纯手动的天堂玩法吧。那我们开地图啊。直接到麦田农庄去打怪好了，没有任务也可以啦，就自由自在啊，来玩手动，这样比较适合用模拟器玩之类的吧。用手机玩的话不太适合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大水果。哎，我是要打四角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不错吧？你看，他在跑步，我在帮各位做四角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导演呢？我这是导演呢，OK 吧？好了，到了没？到了，开干！反正他就是打一打，升级，买武功，充装备，然后去打决斗场。啊！我知道，这边是太强啊！我刚打等级多少的，我都不知道哎。看一下小库库，看不到了，挡住了，好强哦！哎呀，我换一下角色好了，会不会是我这只角色问题啊？上手是不是比较困难？来啦，我们玩一个比较猛一点的好不好？哎，这有一个拿笔的妹子哎，妖术师。来，我们哎，治愈师，你怎么拿剑？算了，玩弓箭手好了，他好像也看得到群下分关人。什么样的头发好啊？算了，就黑头发好了。啊，创明山，哎呦，我一开始的出生地是在这个地方嘞，不一样嘞，我在松月村了。哦哦哦，他们几等？反正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开射了，是不是？三养没有等级，拉打，好不好？拉打，好不好？啊，手机有点难控制哎，怎么感觉卡卡的啊？我现在打得赢他哎，我也不用跑啊。来啊！嘿嘿，这边有自动。反正它是天堂玩法啦，我发现韩国都喜欢做这种类型的，那就慢慢射吧。哎呦，还是得补血哦，又挂掉了。哎，等一下啊，这个妹子还没有忘了视角可以看了，不然就不行了，我可能要扣分了。总之我是随意玩玩而已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天堂玩法太耗时间了。嗯嗯。走，继续去13波道。哎，他比较难看得清楚哎，嘿，好像也有，怎么都黑色的啊？怎么都黑色的？感觉好像玩近战比较适合哈，新手。打这还要看一下血量，看一下自动好了，然后你就回一下血。
哎、欸，我把那个停钥匙拿掉了，靠北，我刚在研究。哎呦，好险，我回起来了，回起来了。但是他给我很多药水，啊。哎，哦，我只把它盖起来了。50%。那、啊、他有没有送我什么装备啊？有弓箭、衣服，好像也没送什么东西啊。猫铃香，哎、欸，有一个猫铃嘞，配置一下。我要补个血哦，快挂了、哦。往下滑，一模一样，往下滑就会自动回血了。然后接下来你就挂着吧，那玩法就这样而已啊。然后我快升级了，打到升级，你看，升级了以后人力值就提升了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点个属性之类的啊？属性在哪里？这里有个人商店诶。和平状态才能开店，感觉是还不错玩诶。如果喜欢玩天堂类型的玩家们啊，倒是可以玩一玩的、啊。我是觉得还算 OK 的、哦，也不是说特别差的，而且很有情怀风格、哦。给你享受一下天堂乐趣，画面还可以啦。好啦，喜欢的话就来玩看看吧，我就体验到这里好了，小乖。